聊什么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上次我们刚好跟你聊什么吗？谢谢大家哈，来，谢谢哈，我没有理。今天是82365周年的纪念日，那么总统蔡英文呢，其实也来到了太武山公墓这边来主持823炮战胜利65周年的公祭及追思的这个活动。那么另外呢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以及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其实在昨天呢就已经来到金门来进行一连串的参访活动。那么在今天呢，双方也都会同台，侯郭同台的互动如何，以及呢，待会蔡英文、侯友宜以及郭台铭三个人也会同框。那么其实这场追思活动，这个总统大选较劲的意味也非常浓厚，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总统刚刚跟侯市长聊什么吗？不好意思，上次我刚好跟你聊什么吗？谢谢大家哈，来，谢谢，我没有理。
好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，由总统蔡英文代表上乡主持追思阵亡的将士祭典，并且呢要与参战官兵以及彝族代表共进午餐。不过侯友宜和蔡英文双方几乎是没有互动，而媒体对蔡英文侯友宜提问说双方有没有聊天，两人是都没有回应。而侯友宜则是目送蔡英文上车离开之后，并且赶往下一个行程。至于郭台铭最后则没有参加追思活动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